三极管是一种把输入电流进行放大的半导体元器件。三极管通常都有三个极，在外表上为三个管角。只要某个特定的管角输入微小的电流，就能在另一个特定的管角上产生较大的电流 IC。当然，三极管在对电流放大的时候需要外部电源的供电。有了电源，必要的外围电路输入的微小信号 IB 可以撬动三极管另一个管角的大电流 IC。 如果微小信号 IB 是一个幅度很小的音乐信号， IB 很小而无法直接驱动扬声器发出声音，而经三极管放大后产生的大电流 IC 就有能力驱动扬声器了。